相信有好多玩开和田玉嘅朋友咧，对纸鸟、山鹄、水鸟同山鸟咧都唔陌生嘅。咁除咗呢三样产状之外咧，和田玉嘅戈壁鸟咧，相信大家有好多朋友都听过，但系见嘅机会唔多嘅，因为市场上和田玉嘅戈壁鸟系比较稀少啲，比较少有。咁小弟咧就有幸上星期咧就出咗几件。出了四件戈壁鸟，这四件戈壁鸟呢的油性和密度呢都相当高，很漂亮，性价比都不差的。今次特别呢就拍一条片跟大家分享一下。Hello， 我就刚刚出了这四件的戈壁鸟，和田玉的戈壁鸟。戈壁鸟是什么呢？我大概讲一讲，除了纸鸟、山流水鸟和山鸟之外，有第四种的产状的，这种叫做戈壁鸟。那戈壁鸟是什么来的呢？戈壁鸟其实是肉质比起纸鸟就更胜一筹的，密度啊、油性啊就会比起纸鸟呢就更高一级的。咁点解会系咁呢？戈壁鸟呢其实佢由来系点嘅呢？其实呢就系、是、本身佢系一件山鸟嚟嘅。咁就系经过地壳嘅变动啊，山崩地裂之后呢，佢就慢慢辗转咁流落咗去呢个戈壁滩上面。咁戈壁滩呢，戈壁滩呢其实系一个沙漠嚟嘅。环境比较恶劣啲啦。流落咗去戈壁滩之后呢，经过风沙和阳光的长时间照射和侵蚀之后呢，就会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表皮的。它的表面呢，它的表皮呢和一般纸鸟呢是有些不同的。因为它经过风沙的侵蚀呢，大多数会有些棱角形成了的。好像我现在手上这一件呢，其实就是戈壁鸟啊，很典型的例子啊。它的表面呢就很多棱角，还有它通常的形状呢就好像尖角形啊、扁平啊，就跟纸鸟有些不同的。因为纸鸟在河流上经过河水的长时间侵蚀之后呢，原本是三尖八角的石呢都会变得圆了的，好像一个鹅蛋形的。纸鸟的特征就是圆形鹅蛋形，因为它尖端的地方呢都被撞击，经常被河水、冲洗和撞击之后呢，尖角的地方都磨了去，磨完咗之後咧，就變種鵝蛋型。咁而戈壁鳥咧就冇河水嘅侵蝕，咁純粹經過風沙同埋陽光啊，同埋日夜温差嘅個變化而受到呢個侵蝕之後咧，佢個形狀咧通常就變成即係扁平啊、尖端型啊。咁大細亦都有大有細嘅，未必一定好似呢啲咁細件嘅，有啲大件啲嘅。咁但係佢個表皮咧會好多棱角啊、起角嘅地方啦。咁一般咧呢啲油性咧個密度咧都比起紙鳥咧都會更加高一級嘅，密度會高啲啦，油性亦都會高啲嘅。咁其實摸上手盤下佢咧，其實都感覺到佢個密度係好高嘅，好油嘅。咁呢两件系原石啦，冇经过打磨，咪冇经过雕琢嘅。咁而我右手边呢啲两件咧，其实都系戈壁鸟嚟嘅。咁佢背面咧就系佢个原皮啦，咁佢做咗少少嘅雕刻。咁而背面咧系做咗雕刻嘅，嗰个油性都系好高噶，系咁依盘下咧都好油。咁而呢件咧都系比较细件啲嘅。它后面都有些戈壁鸟独特 的皮的风化皮。这边呢就做了一些雕刻。关于戈壁鸟的分享呢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想再听多些的，欢迎你 like 我们和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啊，和 follow 我们的和田玉台 Facebook 啊。多谢。